来了广州啊，早上千万别睡懒觉，起来吃早茶。欠脚、米肠、虾饺、凤爪。两位来自北方的公主，今天要在广州吃顿早茶。Go！ 我可太喜欢这个天气了。刚才我一下车，我就说这天气绝了，好美，特别舒服。这个大榕树，印度榕，高达20到30米。朋友们，在广州又是穿踏拉板的一天啊！哎呀。这人字拖走路吧，人字拖走不快是吧？走不快。早茶，走。多少钱一个？是86一个人是吧？86一位，不便宜呀、啊，我的心呐。我们不用上2楼吗？1楼。1楼才是自助，2楼是单点。哦，单点早茶。你脸还挺大，上来上2楼。没事，可以上了。他脸挺小的。巴掌脸。巴掌脸。谢谢。我曾经也是，越长越。哎呀，我曾经也是啊。那有人吗？没人，咱俩一个。咱俩真早啊，9点多了。没人。一个人先点上5份，咱俩呢就能先点上10份。你看看这个量，你能吃得了？你再加5份5份的加。为了杜绝浪费。不可以一份一份加吗？可以一份一份加，你挺不省事儿的。你没听人说吗？都是现点现做。啊，现做呀。哦。现做的早茶好吃。啊，你也知道是吧？嗯。点吧，因为他得准备浪费，他怎么说？浪费一个是怎么收一笼？浪费一个收一笼的钱。嗯，我俩大概数了一下，总共50多道，就是这一二小指。嗯，50多道早茶随便点随便吃，就不能浪费。每个人是86。对，86。嗯，来把咱们 slogan 说一下。嗯，我们的 slogan 是吃多少点多少，绝不浪费。多少钱呀？都这些没必要啊，没必要啊。嗯，啥贵呀、啊？虾饺贵，是吧？嗯，鲜虾饺。然后这个凤爪，这个牛仔骨，是吧？排骨，嗯，烧麦黄。大家给咱们算算，普通一顿早茶的话，如果咱俩急头白脸的话，得100多吧？得不止。你急头白脸可能得200。啊、大酒楼的，咱俩能吃到300也。不在话下。今天咱俩是160，对吧？嗯，只要吃回本就行。点吧，放开点。来，10个 ，OK。OK。给了这个大姐。大姐，哎，喝上了普洱。哎。舒服。舒服了。你看，年轻人现在都刚刚来。刚才那个大姐说，年轻人一般都吃午茶。对，一般他们吃第二轮。咱们像9点多这个时间点儿，一般没人来吃。就是咱这种不大年轻的，可能。咱们这种就是说上年纪不上年纪、嗯，太年轻又不是很年轻。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晃呢。他们这的早茶就是，如果说不是那个自助的话，是按位收的。嗯。像我们喝的这个普洱是8块，8块一位。嗯。就是8块一位，然后你也是可以随便喝的。对，续茶呗。对，每人交8块钱，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喝。哦。早茶都是这样的。就是吃点点心，然后喝点茶，对，度过漫长的一上午。对，阿公阿婆们就是这样，都上2楼了。阿公阿婆，咱都融入不了那圈子。我们1楼都是年轻圈的。来来来，椰奶红豆糕，这个是龟苓糕，人家这还挺多的，6个卷，晶莹剔透的一个饺子，我最爱的虾酱，哎呀，双皮奶，凤爪，嗯，谁也别动啊、哦，上满了，我拍个照。你还蛮有仪式感嘞，这像俺家韭菜饺子，人家晶莹剔透的，什么韭菜饺子？你能不能雅一点？韭菜饺，我就是用比较通俗的话让大家都能明白，韭菜饺子、虾仁饺子，人家叫花香鸡爪子，花香欠饺，嗯，虾黄蒸饺，这个叫。紫金酱蒸凤爪，鸡爪。吃早茶要拿捏两个词，嗯，优雅和精致。别怕虫啊！你优雅点，你看你哩哩啦啦的，你精致，精致且优雅，别烫手啊！你优雅点，精致点，别老是笑的时候哈哈哈，哈哈哈，一天就知道哈。1234567，还差2个菜。嗯，不让我动，
他说一会儿要拍照。排骨，这个是牛仔骨，齐了，齐了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啊！第一轮开始了，建议你快浅尝，因为我也想吃。我先浅尝一口。好吃啊！是吧？本地这边人吃虾饺也是一口一个吗？关我啥事儿？嗯，没有一个我不爱吃。点的都是咱爱吃的呀，咔咔一顿炫，你这可以准备第二轮了。两匹来自北方的狼，热了。虾饺里面满满的虾仁，嗯，然后还配着一点脆脆的马蹄，都不加儿化了，还得虾仁呢，优雅雅。哦，这个牛仔骨一碗一共那么大，一块半碗合适吗？一点不优雅。凤爪虾饺，嗯，来就这点，嗯，好吃吗？挺好吃。嗯。你得配上茶呀，人家早茶早茶。我噎的时候再喝不就行了。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耶，不优雅。这个红米肠在外面点真的很贵，咱们干嘛呢？你咋了？掉手里。不优雅，不优雅了，不好意思。掐了。来，桂花糕。不可能掐的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忘掉。这每一个，你要是在外面单点的话，要十几块吗？要，要十几块。哦，那可以啊，那一轮就回本了呀，啊。嗯，感觉人家旁边那桌姑娘俩人就是同事，嗯，就是点什么那双皮奶呀，人家点两份，人一人吃一份，他咱俩呀都吃吃，咱俩吃一碗没事儿，我不嫌你，你不嫌我。嗯，马上人家10:45结单了，我们现在虽然还剩一点点，但是我们得续单了，必须得续上。请叫我小聪明，看着价位加单。我看贵的有啥哦？虾饺，然后我还要吃那个凤爪。哦，凤爪，双皮奶，双皮奶再来一个。嗯，五加五份，五份。我们俩已经点完第二轮了，在那等着上了。现在吃完跟没吃一样。喝了会儿茶就没事了。放那儿吧，点了虾饺，哦，双皮奶，好的，嗯，我先吃一个。怎么吐不出来？操！我操！我都没法跟你们学。虾饺，哦，烫！买的真买的，一点不优雅。给大家看看这个馅儿，满满的虾仁，还有马蹄。上一边去，鸡脚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蟹仔烧麦黄，尝一个。里边这是鱼肉还是什么肉？这双皮奶咋没给勺啊？你不就自己有勺吗？那你一会儿使了呢。吃完这一顿，中午就不用吃了。嗯，现在已经快11点多了，从9点吃到11点的。小心一点哦。嗯。谢谢。人家要开始午茶了，现在是马上12点。俩人从9点多吃到12点。15点广州的早茶呀，
撑，这下给我吃撑了。行，满足。